你知影叶志成在伊人干么点？你是想要怎要跑啦？搁叫你大声要创啥？你是惊无人知叶志成在倒位是？我只是要给你一个警告，你莫想要伫咧我背后讲一寡话，啊，若无，我就把代志全部都压出。 我哪有无误的无诶？你早就已经知影叶志成是虾米所在，想要做要搞去？就像甲你讲诶，我早就已经知影所有诶代志。你超过伊安康即个秘密，你就想要利用叶志成失去记忆，你想要规划跑去，你就也该。我找到叶志成是我诶材料，我想要做要甲你报告。 你当作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写得让你死到足歹看的人。但若是知影讲你是假的张嘉玲，你阁有啥物戏通好笑啊？杨杰啦，你若是敢有白讲话，我就让大家知影你巴肚内底的囡仔是你家己的亲兄杜淳的。你安怎？为着要死？ 大家做要死啊！我看咱两个人应该是爱好好合作，安尼拆破面，对咱两个人根本就啥物好处拢无。既然安尼，你就要对我较客气，莫想要搞我威胁。哦，多是话我讲唔对。 既然你已经找到叶志成了，那恁拍算耍落来帮他做？你唔免废话啊！叶志成是我找到的，这张牌要安怎拍，我有我的安排。好啊，你无要合作是无？那安尼我就照我意思去做啦。你想要创啥？你若是插手破坏我的计划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我只要跟你讲，你若是插手破坏我的计划。 我绝对袂帮你输。你打算要安怎做？这场牌我要安怎拍？我有我家己安排。你真正要跟我作对？是你无要跟我合作，我是安怎会听你的？你要跟我打，我就跟你打，看到最后是你死，还是我活。 咱两个人若待落去，对大家拢无好处。好啦，你要合作，我就甲你合作。这样你讲唔对好啊！啊，大家既然要合作，后摆有啥物消息，你有，我嘛爱有。我若是有话，我嘛一定互你知影。我咧做啥物事啊？你唔是讲我有话，你嘛爱有。 啊！你拄只送我一个喙皮，我无行你，我会感觉家己足歹势。你怎？要拍还是要合作？你家己拣。